上次的一条花式牛奶视频，没想到这么受欢迎，已经有70多万的点赞了。很多网友呢都在催我出榴莲的视频啊，老爷们说话算话，今天呢就给同事们做一顿花式的榴莲。榴莲这么做怎么做没事，我说能做就能做，你要是能做我把榴莲皮都切回地了。榴莲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来接着。每天一道家常菜，花式榴莲，哇塞！今天啊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花式榴莲的吃。视频的结尾啊，有详细的菜谱，记得点赞收藏哦。哇，好香啊！辣椒那么烫，别说你在煮粑粑了，你当初不是烤榴莲？来来来，尝一尝。嗯，没错，我还要，马上就好。Few moments later. 榴莲酥，哇哇，这个肉都没了，再来点。好，马上就好。榴莲蛋挞来了。千层蛋糕，哇哇，嗯嗯，这还不是我的花式榴莲，好不好吃？你说你能用可乐再给我们做一个花式美食吗？小意思，只要这个视频超过10万点赞量的话，明叔啊下期就帮你们做花式可乐。好，来。Yeah!